近日，综艺《王牌对王牌》释出一组剧照，照片中华晨宇身穿全黑 look， 手持枪支，摆起 pose， 酷帅十足，留着小胡子上演《无间道》，眼神十分有戏。随后换了一身装扮的花花，看起来十分乖巧，坐在桌子旁边揣起手指来，尽显反差萌，令人十分期待今日演技花。